社会公益团体也时常举办有关情绪管理的演讲，希望借着更多的了解和教育，学习把心胸放大放宽。可是有的时候，当情绪还没有起来，有没有方法可以察觉我们正在酝酿的一股情绪呢？这个很不容易，需要有修行的人，所以有修养啊，那个修养就是平常啊，要做一点打坐的功夫，或者是静坐的功夫，常常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心理的反应。当自己觉察到自己有心理什么某种反应会出现，有的人是没有办法发现的，只有已经有了情绪之后，自己知道是有情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有情绪。但是呢，有一种呢，当自己啊心里边已经不舒服了，嘴巴上还没出来，面孔上可能已经有表情了，那这个情绪是可以啊用方法来免除它爆发的。那就是最好的方法是体验呼吸，体验呼吸从鼻孔啊出和入的感觉。那或者是呢，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啊，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听到一句不快乐的话，见到一桩不喜欢的事，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件，那就念阿弥陀佛，不仅仅是念一句，而且连续的念下去，那这样子呢，自然而然能够化解情绪的爆发。已经知道自己心里的不舒服，但是呢，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不断的念阿弥陀佛，所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呢，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念哈利路亚，那也可以啊。特别是像我们做佛教徒来讲啊，通常念阿弥陀佛是有用的。你自己念阿弥陀佛，然后听你自己念阿弥陀佛，然后呢，你想象阿弥陀佛啊就在你面前。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个时候的情绪啊，自然而然就会平复下来。事情不是用脾气来解决的，事情是要用理性来解决的。那这样子自己训练自己，自己啊来帮助自己，那自己就可以啊安静下来。佛家有个故事，有个有钱有地位又有美丽外貌的女施主，却没有谈话对象，一点也不快乐，所以她去请教禅师如何赢得别人的喜爱。禅师要他把辱骂的声音转变成慈悲的声音，把毁谤的声音转变成注意的声音。这一段话实在不容易，所以时常以好的念头来取代坏的念头，就能把情绪管理得更加圆满。这个情绪不一定是坏念头了，有的是他是希望达成一个什么目标，他是传递本来是传递好心，但是遇到阻力，遇到阻碍，或者是遇到不顺心，本来是好念头，但是呢遇到不顺心的事，所以产生情绪，产生不快乐。那这种情绪产生了以后啊，他自己还认为是对的，很少认为自己是错了的。如果认为是错了，他不会生情绪啊，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情绪他没有办法压抑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只有说事情我是对的，但是呢因缘是如此的，我没有办法掌控
这个外在的因缘，我只能掌控我自己不受伤害，我没有办法掌控外在的因缘呢，它的产生的变化，那我只有继续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努力吧，否则的话那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那我就不走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情绪就会安定下来。所以真正的，所以情绪自己不会认为是坏念头。那我也讲起啊，情绪不一定全是念头是坏的，动机不一定是坏，而对自己也不一定是坏，但是呢遇到了外在的状况而发生了另外的一种现象啊，而让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这个情绪就是坏情绪就出现。这个坏的情绪出现，这个念头开始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坏念头，而是好念头，但是呢外在的状况改变，在自己的好念头没有办法伸张，那这个时候自己产生情绪，那只有自己呢转一个念头吧。如果以盐比喻为恶，以水比喻为善，那么一升的盐放进一小杯的水里，这杯水一定难以喝下，但如果把一升水放进一大池水里，可能就感觉不到盐了。这个佛教故事充满鼓舞的力量，多做好事一定可以帮助自己灭过去的罪恶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对于过去所造的恶业能够心生惭愧，应该就是希望能以忏悔来破除恶业，进而生出善念善业。忏悔为除业障，除烦恼，进而转化升华，萌生善念。所以我们应该把情绪转化升华，让它变成一种更好的动力。那在基督教来讲的话，罪人本来生出来就是有罪，所以说做罪人犯罪做错事，那没有办法，自己做不了主，那这个只有信主啊，信了主以后，这个罪啊由主承担了，原罪没有了，自己现在生活之中犯着的错误，那也像是这个神忏悔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情绪就会从情绪之中走出来。那对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自己忏悔，忏悔以后呢重新出发，也就是说做一个对人有利益的人，或者是呢自己经常啊看佛经，这拜忏诵经，或者是呢看佛书，或者是呢参加念佛，参加共修念佛，参加一起来做义工，这样子的时候啊，他自己的念头转变，那自己的情绪就是转变过来了，转变，因为本来是一个坏的情绪，结果呢，因为观念的转变，也生活方式也转变，它就变成了一股很好的力量，就是变成一个修行的力量，变成一个修道的助力，这也是，可以说是一种啊，一种逆正上缘了、啊。有没有听过说，叫浪子回头，金不换？那这个原因就是。浪子本来就专做坏事，这情绪都应该是个坏情绪，可是呢他观念一转变呢，他的人生的方向啊改变了，人生的步调也会改变，所以那就这个转不好的这个情绪的力量而转成为啊这个好的修行的力量，这也是很好啊。
如果说念头的转化是管理情绪过程的重要课题，那么人非圣贤，成长过程里难免犯错，有些犯错的阴影影响生活很深，伤害自己的程度也很严重。这些阴影恶念如果能随着岁月转化成正知正见，达到远离恐惧安定情绪，就渐渐能转化成正面的情绪，就像自责的情绪可以找到出口，而不会只是沉沦在呈现悔恨的情愫里。自责心的情绪啊，伤害啊，要被比较起来的，被这个被伤害啊，被他人刺激而受到的伤害更大，因为他人刺激自己生情绪的时候，可以找到地方发泄，或者是呢，找到理由啊来化解。那自己自责性的情绪就闷在心里边了，很不容易发泄出来，很不容易化解。比如说对一个女人呢，如果说是在她人工流产几次之后，她老是对她的这被流产的这个婴儿啊，她就会自责。那遇到什么样子的不如意的事，她总想到，因为她流产，所以流产了的那些孩子啊，来向她讨债，来向她报仇。而她又不能恨那些孩子，而只是呢，自己自责。像这种情绪啊，一定要用佛法的观念和佛法的修行的方法来帮助他们。那佛法的观念就是说，当时是愚痴，告诉自己。第二个，用方法就多念佛，多做好事，多结人缘，将功赎罪，也就是把过去的过失，因为他的过失，有了过失已经没有办法了，那现在就如何的弥补，那就多做好事。大部分的时候，情绪是个人的发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资讯传播发达又快速，随着人际关系的复杂化，情绪也有集体的倾向。特别当一个大众事件发生，情绪的酝酿爆发、蔓延到发泄，都会对社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虽然在民主社会里，群众运动是常态，观察群众的情绪能发现问题所在，但是群众情绪发生之时，沸腾的情绪往往令人失去冷静，做出遗憾的事情。这里边呢，所以群众心理啊，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情绪，它跟婴儿的情绪差不多的，跟小孩子啊、小学生的婴儿的情绪，这个是只有只有一样事，大家跟着转了，情绪也跟着沸腾，没有深思熟虑的机会，因为大家是这个一窝蜂的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好的大家说啊啊啊好啊，不好的大家啊啊啊不好啊，只有这样子，已经是没有啊个人的思考的空间，没有个人呢冷静下来用理性分析的这个空间已经没有。所以群众的这个运动啊，最好能够不参加，最好能够不参加。这是站在说是情绪的立场来讲啊，说不参加，但是媒体传播无所不在，天天可见的现场转播，只要人在家中做，
四面八方的消息源源不绝而来，不置身其中都很难。而群众情绪爆发的力量经常很惊人，不时有一些意外发生。倘如流于失控，群众的情绪不但得不到诉求，不小心还造成悲剧收场，到那时才是最大的遗憾。这种集体的情绪是不是有什么疏解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有比较冷静的个人思考空间，去深究事件的问题呢？当然对社会有的时候社会要改变社会的时候也需要有群众运动啊。没有群众运动这个社会不容易改变了、但是呢，为了掌控自己的情绪的话，如果进入这个群众运动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头，你说我是在演给人家看，这个我的情绪不要被这个群众运动啊所笼罩，所困扰，而这是呢，我参与这个活动，让大家觉得这桩事情是对的，或者这桩事情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自己还要保留我自己。我不被这个情绪啊，大家的群众的情绪所困扰啊，这个很不容易。这个也好像是自己进入群众之中，还要不受群众的影响。当群众有情绪的时候，你叫他冷静思考，所以所有的群众都可能都来找你。这。你叫我这个时候我还叫我冷静思考，这个天已经塌下来了，火已经烧到迷茫了，你还叫我冷静思考。其实天塌下来，天已经要塌下来了，你还有什么办法？你撑天没办法的，已经烧到迷茫了，救迷茫的火嘛，迷茫火要救吧，这生气不必啊，动气这个不必啊，一生气那就麻烦。有句话说，老僧入定，多年修行高深的人，他的心应该很平静，不容易起情绪。想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事实上并不简单。纵然是八风吹不动的修养，也难以抗拒煽动的情绪。那一般人在情绪的管控上就更具有难度了。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观念来转变自己，让自己的情绪不会随波浮动呢？所以高僧入定呢，在定中他是不会有情绪的，他在定中啊，那不会有情绪。但是没有在定中，在平常生活之中，可能有情绪的，但是情绪不会的浮动起来。他在，假如说他是有修行的一个老僧的话，那情绪还没有浮动之前，他心里的已经有感觉。有了感觉的时候，不会让情绪浮动，他就用方法，就是不平也好，公平也好，怎么样是刺激也好，这个时候他用方法，用观念来转变自己，用方法来调整自己。这样子一来呢，从表面上看如火纯青，看不出他有情绪，但是不是他有情绪呢？可能还是有情绪，但是呢，他的情绪已经不会伤害他自己，也不会伤害人。这脱口而出就是骂三字经，这种事情没有的。就是动不动就想要这表现出要愤怒的样子，也不会有的。这种应该就是有修养的人了。要能善用这般方便的方法，自己的修养功夫也必须锻炼，才能觉察情绪浮起，随之化解，和情绪和平相处。这个功课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陌生的，大部分的人对不好的情绪
总是以抗拒和逃避来处理，比较少的人是以深入观察去照顾这种不好的情绪。如果说情绪变成生命的关照，能不能让情绪对生命产生一种正面的利益？那就是有反省的能力了。假如有反省的能力，那自己可以看到自己有情绪，自己看到了情绪之后，自己觉得自己惭愧，自己应该马上忏悔，那是自己要有关照的能力。这个关照的能力不是想关照就关照得起来，一定要有静坐的功夫或者禅修的功夫。那自己有静坐的禅修的功夫之后，就能关照到自己有情绪。那这个但是的功夫还不够深，所以情绪还会出来，那一发脾气他马上说对不起，就一生气对不起好惭愧。他会有关照的能力，他有反省的能力。就比如说他对某一个家人，他按捺不住他的情绪，他就骂了一下子，骂了一下子就对不起孩子啊，母亲，这个我这个妈妈很愚痴，不应该生气，那请你原谅。那这个马上他会有一种反省的能力，那这个孩子他也不会痛苦。那自己呢自己也觉得自己真惭愧，但是呢也不会痛苦了。人生的道路上总有阴霾罩顶，而生命的起落里总有颠簸摆荡，无时无刻都有情绪。让我们找到心情浮动的头绪，用关照，用反省，用忏悔，转化负面的能量，成为光明的助力，在慈悲中扬起智慧。就算百般情绪千样流转，也不能影响生活太深太久。那么欢喜待人，平和度日，对我们又有何难呢？